大家好，我是 AV 啦，今天就来到我最喜欢的城市大中。叫審計新村，之前咧呢度全部都是一些老宿舍嚟嘅，政府咧就將佢改建了，之後咧就吸引了很多文青的鋪頭啊、coffee shop 嚟呢度開檔。另外假日的時候咧，呢度咧都有很多市集可以行下，所以咧中意文青啊、手作市集或者中意 coffee shop 的朋友咧嚟呢度咧就非常之適合啦。如果想平玩呢個地方咧，其實上網做少少功課就得噶啦。有一個叫台灣好玩卡嘅一個 pass， 買咗 package 之後咧就可以嚟呢度體驗。咁我今日咧就 book 咗去整皮。就整一个属于自己的锁匙圈，那我们现在走吧。这个字要面向自己，然后才是正面。嗨，啊，它就是照我说的，一个高一个低了，我死定了。好，我先把我需要的字都拿出来了。T A I W， 好紧张哦，我拿对吗？不要失败，拜托啊！一二三，啊，没事。可是压力也好大，因为打坏了就坏了。成功！谢谢，谢谢店长，谢谢。知道我要拍嘢咧，所以特登揾咗个人嚟同我介绍。这个话是我们的茉莉花茶，那糖的话我们是使用蜂蜜，下面的颜色是用蝶豆花的蓝色，然后上面的黄色是绿茶的黄色，这样子。那里面的那个花是？里面的花是那菊花跟茉莉花。它是一个套餐，它有搭一个食物，搭我们的珍奶松饼。珍奶松饼这个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很多次，可是都没有试过。我點咗兩個套餐，所以另外咧就係兩個飲料加兩個糖。本身呢個套餐咧淨係送兩個糖嘅啫，但因為我喺個櫥窗度見到呢一個草莓塔都好似好吸引，所以我加咗錢買多咗一個糖。這個花塔的話，我們是用千層的塔皮，它吃起來的話是比較酥脆的口感，然後上面就是在裝飾我們就是當季的水果這樣子。現在是草莓季，所以一定要吃這個。那搭配的套餐的話是我們的鮮奶茶，那上面的話茶類有四種基底可以選，就是紅茶、綠茶、清茶跟烏龍茶。嗯，我今朝因為知道要嚟食呢一間啦，所以我就冇食過早餐，甜品當正餐。好的，謝謝你，好幸福啊我。乾杯。
講到呢度咧，我想知點解台灣可以喺推廣文創咁用心嘅同時，我係感覺唔到佢想賺我哋錢嘅咯。好喜歡這裡。怎樣用呢張卡，你上他們官網買了之後，他就會將這張卡寄到你家，去那間店鋪消費的時候出示這一張證之後，就可以扣了裡面那個優惠折扣。其實用完之後都可以當好像八達通那樣用，繼續搭車用，所以其實算是非常好用，但是可惜沒什麼人知道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這樣平玩台中。喜歡這條片的人可以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愛你哦。